我们这一篇因果又学过了，人家能把这个贫穷困苦卖掉，那我们现在大家可能认为自己还没那么贫穷，是吧？所以说也不敢卖掉自己这个贫穷，卖掉这一点贫穷，那这点贫穷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实际啊，人呢、啊，确确实实有的时候要给他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让他苦，让他苦急了，让他苦透了。让他苦极了苦透了，就人心思断，就像佛经上讲，在劫末的时候，劫末这三灾出现的时候，那时候人心开始四散了，再不食恶了，搞饿搞够了，搞胖了，搞烦了，人心向善。善哉一旦成功啊，就会有天人说粗残寂静，粗残寂静，人瞬间就可以进入粗残。这粗残搞得大家都非常难乐，天人又会说二残寂静，二残寂静，那当时我们就能顺应进入二禅。为什么呢？因为他苦极了，苦透了，苦痛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学的这老太婆，这老太婆是苦极了，也苦痛了，也是苦透了。所以说呢，他遇到圣者的教法，他能顶戴奉行，真正的去做到，因为没有人在关心他了，他遇到的人只会欺负他，只有苦穷了，苦极限了，苦痛了，人就老实了。人家到极限的时候，他不会老实的。就是说，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正因为还没有苦急，还没有苦怕，所以说呢，大家修一点也行啊，不修我活得也挺好。所以说呢，不得解脱啊，不能真心的用功干道。为什么？这里我们大家会苦急，也会害怕，还有处依靠。有的人有钱了，他依靠钱；有的人有权利啊，靠权利；有的人有呼吸，靠呼吸，靠这个，靠什么都靠。认为自己认为这些很可靠，等到发现不可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怪。所以说，就有天下儿女怪父母的，也有父母怪儿女，也有妻怪夫的，也有夫怪妻的，也有朋友之间相互怪，怪来怪去。满天下皆都是胆怪，他认为不是自己错，就怪他吗？是不是有的时候怪完人了还不算，还怪天，什么老天不公啊，老地不平啊，那天地都一起怪他。你说这些人
每天都得干什么？就是没有苦集了，没有苦痛了，所以说呢，他不胖。我还有闲情去怪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老太婆，她是苦到极限了，也穷到极限了。因为到了极限，所以说老太婆也在痛了，只是没有更好的方法，她不知道方法，她就痛了。第一，她是胖；第二，她是没有一处可以依靠。大家看一看，当时尊者问他，他家的，他现在生活的条件，那么我们就知道，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啊。那睡到什么睡，在什么地方，就在哪一块睡一觉，了不起眼睛合一下，还真敢睡过去啊。没有谁挡着了，没有谁梦的。大家想想看，实际的监狱都有关，睡了多少觉？我们不用说吃的、穿的、住的，这些我们不说，我们就说这些睡觉。各位算一算，一天自己睡了多少觉？因为有教授的，有福可享的，所以说呢，你苦极了，那不享福怎么行呢？我们福不享过机构费的流量呢，还是享福啊？妄想也骗你，感觉也骗你，往那一躺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没人挡着你，因为没人望着你。因为你现在收了这一点点福吧，所以说呢，有福的人，好多过去一些个大师说呀，有福的人能修行，也不一定说不管道理没有啊，也不能说不管道理没有。针对大家现有的局面来看，就是有福把大家伤了的。烧的在那一天什么业都敢造，烧的大家什么业都敢造，而且这些股份又来是佛菩萨给我，我们就是拿着佛菩萨给我们这点福报去造恶业，相续这些恶因缘。相续这些恶因缘，所以说我们大家各个实验室想好，因为佛菩萨给我们的福报，不想一下难过，所以说就不得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苦痛呀，因为我们没有苦痛啊。想想这个老人家，他就苦透了，苦极了，苦胖了，不管了。所以呢，尊者摘他的话，他就能做到。想想看，现在佛教我们的干啥呢？我们大家从开始学的，已经有几年了，在佛教我们的学习。天天都在学，为什么我们就不如营救一个老太婆呢？要死的老太婆为什么不如人家？因为她苦极了，苦胖，她愿意听话。我们为什么不行啊？因为我们没有苦极，也没苦胖，因为我们还有福可享，所以说呢，就有本钱造嘛，造业的本钱。
在研究世界他们好那个做一个自己想一想，因为咱们研究的成就，为什么我们读书今日还在这副水平？说这些话，各位修行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一生两生了，为什么现在混成这副下呢？为什么我们混在这副下了？这是因为你没有苦集喽，你没害怕。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尊者的教法，尊者教他，甚至教他念佛啊，甚至教他该怎么样做。那真有教这些个方法，真有多少高深莫测吗？没有多少高深莫测。也不像有的人说的念佛啊，一定要在干净地方。因为我们之前的两个佛就是在大清沟里修行的，只要是能念就好了，只要是能念就好。真正的修行在你心里有没有这种修行概念？有没有这个真心？不在外面环境。因为我们看到有尊者的教法，我们大家都不敢做到，但是真正让你做，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苦习了，也没有苦处，因为我们没有苦习了。所以说呢，我们呢现在赖一下试一下，赖一下试一下。我们这两个佛的给予，这俩福报用在修倒霉的月上。孔子尊者教他怎么样修行，实际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里面包括出家在家都能学好多东西。我们看到这个尊者，他接受了供养以后，那尊者呢就会给老人子祝愿，为他祝福，为他祈愿。那具体的呢，就是以前的种种罪业，愿他都消灭。以后的种种福祉，愿他都能增长。随后呢，因为那些说这个戒杀除灾的功德，以及无念念佛的功德。那什么叫无念念佛呢？无念念佛，好多人说念佛名号，自己对懂了，最好是不要乱说。那念佛号，那叫有念念佛。既然在这无念念佛，你还有个佛号在吗？还有个佛名在吗？还有个佛像在吗？任有这些都叫有念念佛。这无念念佛又叫实相念佛。不像念佛，真要念明白，那就叫有相了。真就念佛形象，那也是有相啊。那什么叫无相念佛呢？这个呢，就当别论。各位以前都学过，我们不从这块多讲。大家知道，这是尊者在他的修行方法。我一直很尊敬，了解一下，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就问他。你看我有一个你白天都很忙，没时间去用功修行，那他晚上可以，那你晚上情况是什么样的呢？结果不问不知道，一问真够可怜的，根本没有睡觉的，因为在哪个干活就问吃饭。别一下眼，还真敢睡觉，不敢睡觉的。
哎，也就转两个月，就要转200块，实在彻底有点那个，就合了一下眼。就这么可怜的情况啊，最后真的就教他，教他好好的收缩你的心，也说你把你心控制好，怎么控制呢？这个从今天以后啊，各位把身心数字身体啊，总有妄想啊。身体的六根感觉，心里的种种妄想啊，以及世界上的纷扰事情呢、这些种种事情，一概放下，统统一放下，把这一切统统放下，把这一点尊者讲了。对身心世界一切种种事情一概放下，不会总是感受，人类跟不会总是感受这现有的物产境界和人事物的境界，不会去感受，一概放下。所以呢，这个叫法看着很容易，说起来就是头顶手连经，世界业果众生不再相续了。那就是觉悟啊，那是尊者用最普通的把它说清楚，就是把身心世界种种事情一概放下，谁在一弄就完了。那再往后呢，这个注解解释一下这句话，就勿生心动念，不要生心动念。早就就说你这个心里去感受去妄想这些都不要，不要升起这些，不要动这些念头也不要考虑什么是得当，什么是失，什么是不，什么非，皆是非得失，不要把它放掉。不要管他。大家说，那好，我们要是不先自卑了，不用多说了，那我们怎么生活？实际，我们说，你认自卑，认得失，你是生活；你要是不认得失，你也是生活。大家可能认为那样就没办法生活了，是吧？有办法了，就看你会用不会用，就看你会用不会用。在这边来自苦境界、乐境界、总数、受数，这些一概不要去思维，不要去想象，因为想象这些东西以后如果足有害处。这些事以事无补，只有害处。这个就是在他们说，即使你不念起时，你妄想生下来的时候，他起初的，你不要去念，因为他起发了，你不要相续，不要跟着他跑，不要去追随他，不要相续啊。就比如讲，这个你不会，比如讲啥的时候，你不语念，不要跟他。再一个呢，受主人吩咐的时候，现在主人吩咐你，叫你做什么，你必须要做到恭敬。大家很难想象。那地主人家，那么苛刻，那么像我们说那么坏，我们怎么恭敬呢？那你就是生慧心呢，那你就是慢心呢。你要不在这一辈子归来的地方，就是恭敬。
你要是现在恭敬一切，那你在修恭敬的因，怎么样？你这遇到的一切都会恭敬你的。所以说，现在你不要管别人啊，那个主人他长得好貌相，长得厉害，你恭敬你的，你修你的因，他修他的因，与你毫不相干。就算他打你骂你，就算他欺负你，那他就在修他的因呐、啊，你修你的因呐、啊，各是各的事。所以说呢，面对这个主人的吩咐的时候呢，就应该恭敬，就应该去按照他所吩咐的话去做出一些，千万不能生嫌弃，嫌弃，嫌弃主人这种状态的，要不能嫌弃，不更不能有恨心。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尊者就讲生活的路上，尊者说你应该知道眼前的这些恶运啊，这些叫境界，这些都是过去的业力所招感的，过去的业力才展现了眼前那种现象，这个不是有主人多坏。为什么同样的主人他就不能对这个他就最好的，因为过去的因不同啊，现在展现的果不同，也就是这两面跟这些造的业就这么严重，现在必然经历这样的境界，这些都是不入入的过去的，一旦这些业缘尽的时候了的时候，罪缘就解除了，越狱了，你谁都没戏。好多人呢、啊、说：“哎呀，我有功夫，我帮你去化解业力。”啊，那记得佛也好，这些尊者、圣者也好，也没有你那个本事说化解就化解吧。我们大家想想看，比如释迦族受难，他说佛是释迦族的人呢、啊。整个这个族受难的时候，他也挺身而出，想化解，真正彻底的化解雷。佛就不行，尊者就不行。现在好多人敢说自己行，那你凭什么自己行？甚至我们连自己的业都很难化解，甚至于不可能化解，你不想化解别人的业，这就玄乎了。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正在尊者在告诉他，一定要等到这个业缘尽日，那才能自然解除。为什么？因为这种业已经形成果了，形成果的时候，硬凭你天大的功夫啊，也是化解不动啊。那个只有受了为止，没受了啊，下辈子继续受。下面我们继续做。大家说那继续做的量，这个量怎么判断呢？我怎么觉得我因为又受了没受了？好，再接下来就是告诉我们量的问题。什么叫受了？什么叫没受了？这量的问题。尊者说。现在做个比喻，用这个比喻的思想说明这个意。就比喻，因为这个物，一个物体把它扔到水里，这个物是重物很沉，它自然就会沉没在水底。如果说这个物很轻呢，它自然就会浮起来。用这个物来形容我们这个业，用业就是业重，你自然就要沉下去，就是这样。因为业深了，自然就浮起来了。那大家说，我们的业怎么说能两个时间？好，那个你可以看看当量啊，再往下就更具体的。就是说，阴沉
变成阴气变气，这该沉就沉嘛，该起就起嘛，那个不需要你给。那大家说这哪是什么具体的量呢？那师傅你说是什么具体的量？当然这个月沉变沉要起，这起这就是量。比如说这里这个月的量啊，那它正在水的浮动的时候不会沉吗？好，你现在一天天累积这个业，如果再加上忏悔，再加上诸佛佛像这种罪业加持，那么我们这个业就一点点轻，一旦生于水的浮动，它就会开始往上飘了。比如说，你可以根据它起伏的成分来分析自己现在业，说自己天天又给它加重呢，还是天天给它消减轻呢？自己能感受到自己。好，再接下来，尊者再告诉一个原理，说水不流通，超越自己呀。比如说，这个水没有想让你流起来，我没有想让你踩进去。水没有想让你浮起来，也没有水想让你沉下去。真正能浮起来能沉下去，那个不在水，那个在为自己呀。你说你这人能好起来，好起来那都在你自己呀。你把自己做空，不就浮起来了？你把自己做空，不就沉下去了吗？这就是水不相干，这就是宇宙原生的规律规则。好多人怪天啊，怪地啊，怪父母啊，不应该怪这些个自然，它都有它的前因，有个后果。我们自己现在应该怎么做？应该把自己变轻就是了，比如说不再造业了。那造呢，就叫善业；要么就干脆就不造业。好，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到最后最后的时候，真的说，你呀，每天晚上伺候主人在家里。所有人都安息以后呢，都安息以后，你再偷偷的把窗户打开，完了呢，在房间里，铺草很久，正念光佛，就是千万勿生恶意，那尊者的教法教完了。现在大家也都说完，各位，你今天就能给到这五太婆的几分之几呢？各位，你们现在就来到如来书上面懂，你可以看书。那当时老太婆只能听尊者讲，现在呢，你忘了忘了还可以看书。你有文化，年纪又比老太婆轻，又有美观众。那你要是说到最后连这个老太婆都没有，就笑了，就笑话了。那最后我们不要回家，跟着尊者说的话去做，做一直做，做到最后最后，就上天了，上到桃李天去了。那尊者教的教法，这个修行方法，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现在大家是不是都能做得好？是不是都能做好？在果报展现的时候，你不要和果报抗衡，要修。你就老老实实的修，你可以去忏悔，可以减轻这些果报，可
可以借助佛法，借助佛的功德愿力减轻这些果报，但是理想没有这些果报，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现在大家学过以后的将来看一看，看看你能不能修成功，看看你能不能修成功。能修成功呢，那你必然自在了；修不成功，那你必然，完蛋了。因为大家此生今世的受持佛法，这是你过去生修来的因缘呢。因为过去生修来这点因缘，现在我们呢只能在一起共同学习一下佛法。这些因缘是有限有量，一旦耗尽的时候，那大家就得拜拜了。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都能修行？就是说将来生，那将来生因为大家都因为耗尽了，将来生大家形同作力的时候整个大街上对面都无能为力，不到感觉了。那这个时候各位能不能靠自己来怎么能干这些修行境界和教程呢？如果说你能像老太婆这样，你最近可以尝试，最近可以尝试。大家另外有个注意的一点，这老太婆呢，穷是穷，苦是苦，越是造的够厉害，但是有一点，他也是非常殊胜的，他能遇到尊者。能遇到尊者呢，他就穷买不起。请问各位，你们所有这个等级买别人穷啊？请问各位，你们所有这个等买这个别人的穷？人家这老太婆有这个福分，就逢到了专门买他穷的那个尊者，那么大家难以理解，难以相信，说怎么还有买穷的？是吧？所有名字都在买穷，这个就是佛家的所谓施舍供养。那佛菩萨呢，就是买这些众生的酒，买了酒以后，佛菩萨给他受吗？也受。买完以后再受了，因为这个虫跑到你这儿来了，要受的。大家说那佛菩萨不吃大亏了？对了，佛菩萨这个吃大亏了，他拼命的修福，修完了这福，他才有再卖的。比如说别人拿一点点他在卖出去一大堆来输的嘛。经常做个生意穷我不卖在自己的福报，他赚到买生买众生的穷。我看各位还有几个感谢佛知道的。现在说在真话的时候吧，不一定有多少人跟着能想鬼人的。因为大家说的都是想给好处，如果真的说出亏的事，就不干了，自己两天不干，就全说出亏的事。这位他又吃亏了，说出亏了才能再上。而这事儿不想接触，也不想深说，也不想透说，有时候多了，装不下，装爆了就完了。哎呀，那么今天呢，就我学代表了。大家呢，最好是早上的自闭的目标。最好的早上是上班的，不是自己的，所有的问题。再一个呢，看看呢，一定有人在借来的，我们这个作用。我们已经是学的弟子了，那老人还只是个尊者弟子啊。我们虽然为学的弟子，如果说我们自己做的太差，
你说你会有诸葛算是我的弟子吗？天津有两个名利钻啊，什么东西对我名有损害，什么对我利有帮助，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说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围绕着名和利在转。而且呢，都能达到炉火纯青、挚爱缘的境界。其结果又是什么样的呢？各位，可想而知了。我们也确实像佛菩萨，其实菩萨都以这么一些在把自己的心卖给穷人，用穷人的穷来买佛菩萨的福报。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拿佛菩萨给我们这点福报在买可怜痛苦的未来。你看看我们跟佛菩萨是一样的吗？是百块的不一样，大家的健康为什么都要比一比？大家的问题啊，我没有仔细看。那现在如果说是问这些问题啊，就是也不要去帮你看一下这个帮你个人。好，在现在的屏幕上听好的说，说这可是众果，就正是众生成就了菩提的果，或者是众生成就了诸佛菩萨的无上菩提，对，是的。正因为把自己的无穷尽的福德智慧卖给众生，众生只要用贫穷下贱买，就可以买得到。对，相反，世世俗俗成就了诸佛菩萨，这也是真实的。但是呢，和我们凡夫心态就正好相反了，我们都会排斥的。好，哥哥再说，说师父的每一句话是我们生活现不能少的了，能感受到就是好事。好，但是说今天讲的法句句都敲打到我心头了，就是说我们弟子阵阵脸红，惭愧万分，还是在知足倒霉，还是没有苦疾也没苦难，那弟子是忏悔。好，非常好，有感受就让你跟我学两个。说完我们是感恩诸佛菩萨，好，现在就是在刚才的游戏里给大家讲一讲一次思路运动。我们日佛智研修寺着重学习如来经典，作为弥勒菩萨的一次思路论，两年恐怕不是结束还很难学到。因为经典我们还有上学，未有说经典还有尚未学完。按照传论者的意愿要依经的议论的，那我们就应该先把经过关再学论好一些。好，在这个来，上主说，我也想买点福报啊。哦，那好，那你就赶紧请尊者住寺，完了呢，让他卖福报，你呢，用这种贫穷去买他的福报，那当然是最好了。好，底下说，无数千人为什么要去供养死猪呢？那个要供养死猪。那个真要供养了，那叫我呢我就应该在那块不回来了，得好好供养，要好好供养。
因为这个手术后的原体呀、它代表着上一生的无限的苦以及绝望。正因为有手术这个工具，承认了他天人的一个福报，因为他一个天人就更自由了，他回去供养子嗣了。我们大家都会想不明白，为什么要供养？为什么师父说这个子嗣呢是工具？因为我们现在的身体都是工具，有的人用这个工具修福。有的人用这个身体这个工具修慧，有的在修坚固永恒的自在，有的人呢在修坚固的痛苦的未来。那人都把这个身体当做我，所以说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误解，错误，它仅仅是个工具。天人真正的认识到，他生长的记忆之心呢？因为没有这个上一生的身体这个师傅，他现在的不断的来，也就是那个根据错了道理，光有心者行吗？光有心者就没有了，要他自己做不行吗？所以说，他当然应该感谢那个工具了，是那个工具开令他有天自在的这种安乐的，没有那个工具就行了，就行了。我也感谢，也感恩那个工具了。如果现在来说他学了苦集了，就自杀了你看他不但上不了，相反的。何况你他在人间更可怜的地方，地狱里，去受更强大的苦。同样是一个工具，放在这样的生前可以让他下地狱啊。所以说呢，这个工具要真正的尊重他，要真正的尊重他。这老人院说，出了这个忏悔，这个法力魔力。能与鬼和抗衡呀？那只能说抗衡，只能说抗衡。那能不能抗衡过去，那就看这个心力了。如果心力达到100%，就可以与鬼直接就转过。如果说心力跟不上，没有正知，没有最强大心力，那你不外是跟鬼思考，光有法力、佛力，忏悔，不够，这个要有强大的心力，还有正见力。好，接下来说，弟子好惭愧，一念嗔心，百万障门开呀，现在就做回向。就不能念念的做不能出来，那这种回向是修未来的因。你现在能念念的作用出来，那是正修行了，那就不是正因了，那就是开始诵念了。当然了，我们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把这种念念能做出来。这就是他们。一听到他们就说，如果走路有树，要做，当然也不能轻放。做树的没心，一心在只想当法师，尤其是这种取法师有问题吗？那这个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快速的得到法的义理，可以快速的得到法的境界，可以快速的无法生因。这个也叫做善法欲。
因为它也属于山西西部大景域，玉泉湖，所以说它很适合这个区域。好，我也来跟你说说，这个是它的特色。哎，产品也说了，太受伤了。我供养这一个出家师傅，师傅让我用石猴像还愿，我不敢出声。但看这里，承认师傅这样有限制，有效果的。我们说，一个农民，他种地，忽然间呢，别人给他一些个种子，是他没见过。还没见过这种，他也不知道长出来是什么样的根干枝叶花朵。但是呢，他按照别人说的这样去把它种好管理好，他一样有收获。虽然说收获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但是他一定会收获。你只要把这些用做好，最后也都会收获。实在说你不让他吃。但是你收获了以后，样样品尝到了，你就知道原来是这个东西，是这个味道。好，那接下来有位说，这一佛经专门讲述了各种各样的烦恼的处理和用，以及布施方法，是哪一佛经呢？在《大佛度母楞严经》讲了体和用，讲了根本的无明烦恼，一切烦恼都是因无明而演变。那基于解言说的根，那根挖在了用时，那所有枝叶烦恼也都免费存在。如果说你想说枝叶的烦恼有多少，那就学唯识论，学无识中。无时中，他就把这个职业烦恼说的非常广大，以及呢，像白法明的印，在那个印里面，他也把这个烦恼划分的进入之越越很多。大学论语楞严经主专门是对治的，就是他根本无明，也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如果说你喜欢，可以去学习一下。好，接下来有人来说了，如果一对夫妻没有智慧，在一起之后造恶业，但这个朋友就分手，是否将夫妻关系变成朋友关系来还债？来还债，这个我认为呢，不应该想什么还债不还债。那如果说这朋友很好，那么就这朋友，就大家想办法就怎么做。坐飞机之后造恶业，没有智慧之后造恶业，这是一种觉悟，这是一种觉悟。那这个本身就是智慧，因为自作自足，没有智慧的夫妻只后找恶业，连智慧的夫妻那当然了都是佛说的善。大家说学佛说的夫妻那都有，学佛说都有，我没有的话那就不在就推开开。但是呢，就是必须要建立在智慧上。有智慧的夫妻，只能造善业，只能相互成就；没有智慧的夫妻，只会造恶业。这个是一种正确觉悟方法。你说这个没有智慧的夫妻在一起只会造恶业，但是呢，做朋友就不会造恶业，就很好。那是不是把这种关系变成朋友关系？让我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搞好，那竞争招尽早的
改变，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喜爱都什么，大家更喜爱得体没有。好，再看看其他人的问题。好的，这接下来有人问，我们福怎么说？这福就是福气，可以成就福报；布施可以成就福报。你施舍就可以成就福报，福气就可以成就福报。那施舍这方面呢，它讲究。你在福田上收，可以快速的得到更多的收获。那希望你在实际不收这块用点心，符合这样子。好，接下来有人说，弟子这两天持大悲咒的时候，虽然是很热，然后啊，就像太阳照耀一样。从背上开始到全身发热，要出汗时，这次的时候啊，发觉邪不有痛觉，这时候开始。实际这个呢，就如同大学的时候连经修行境界产生的那些状态一样在佛经上讲这个呢是好事。但是你要是做好不容易理解，那就变成坏事。那包括你这个感觉到很热，包括你像太阳照一样那全身发热，乃至出汗，乃至呢局部有痛的感觉，实际呢这些都是反应，以你这些个意味搅合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一种现象和状态。因为反对心意有了这些业的时候产生的一些个状态。那么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感受到了反在有些身上产生的一种效应。在那些人勇敢度还很高，但是呢你要是把它就是那些，那你就算彻底的麻烦。所以说呢，你说我怎么说？我说这个好事，那你是特别的。我还说的不是好事，你就吓到。你说让我怎么说？还是按照佛经上讲因为这是善境界，但是不要做善境界解。不做善境界解，它是有善境界。大修你，这边的，两边，千万不要以为。有一个以为就很容易想到，就会丧失法的作用力，也会堕落，也会堕落，甚至呢还会出严重问题。好，阿弥陀佛，大家发愿，这都挺好。好，我再说，弟子现在每天速度专心开看，防持正定，问持正念，就算哪一面无名贼的袭击，用自己功亏一篑，被妄想劝，被感觉妄，微所不应，造下不相应的念，把原本以陷害的差不多的这个福报行造倒霉的业非常好。那这个就已经等待尊者将来开拓的这个修行方法有依属于成功之妙，非常好，要好好的坚持到底，就是彻底胜利。好，惭愧说，是的，我可是发了一大本的社会相，偷着乐，
谢谢师傅，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修养好。那你的因就种多了，那将来收获就广大，到那个时候就不简单了。10万个此生今世的福报和智慧也未必好比的，那提早的恭喜，哦，还要公开交流是吧？公开一下。老师都说肚子一次不好叫，就容易啊犯头痛，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头痛跟睡眠应该不相关啊，头痛跟睡眠当然不相关了。那有的人呢，跟你正好相反，那一睡觉就容易头痛，那没睡觉不容易头痛。那为什么有这种两端的极限现象呢？因为月不同啊。你比如说，有些当太监的，那些经常的月触手相，甚至呢，开口呢就传月愿。有的人就说，我一看到你睡觉，我就头痛，那他好，他不睡觉就好，一睡觉头就痛。我们每一点一滴都是自己修来的。那为什么你睡不好觉就会头痛呢？因为你过去也是造这个业呀，造这个因，发的这样的愿。那有的人说了，哎呀，我得睡觉，我睡不好觉，我会头痛的。我出去找个借口，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主要是当时那上课那个舒服，结果就带了这个夜，现在不睡不行了，不睡真就头痛，就这没一点用的是自己亲手造的。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有什么呢？都不错，怎么成个这么大的因呢？对呀。在我们所学过的因果经典里，很多次都谈到了这个事，都是因为这个开口造业形成了它助纣的现象。你这个头痛和他们一样啊，我看你是敢不敢乱说话。好，上主再说，佛菩萨买得起众生的穷吗？说真心话，他买得起也得买，做不到慈悲，有众生快乐，打败众生苦，要把众生那个苦带回来，达到自己这个自己受，这就叫慈悲，这就叫怜悯心。正因为如此，无尽众生才愿意依靠。佛菩萨，大家好，大家晚上好。那今天的录音就播放到这里，所以咱们大家听经闻法的功德和能力和生成的，跟能力和生成的功德。好，那我们明天见。